大家好，我叫茶茶，我们今天来参加的是南通通车同乐会，那我们现在去看通车咯 ，Go！ 安妮呀，弟弟，这一台通车是你花了几块买的？大概12000多块。那你这个活动参加多久？我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。你是不是很喜欢？对，我很喜欢安妮呀。好吃啊！我今天是第一次来这边。那你今天 cos 什么角色？我今天 cos 是请让我撒娇仙狐大人。那你 cos 几年？ cos 六七年。那你有 FB 还是 IG 吗？有啊。那叫做什么？叫做黄墨莲。你觉得这边好不好啊？我觉得你很可爱。我是在问你说，你觉得这一边好不好玩？有你就很好玩。那我要不要跟你做好友？那你要不要跟我做好友？好啊。好，谢谢你。请问你第几次来到这里？第一次。你 cos 几年？几年哦？七年。你今天 cos 什么角色？赛马娘的东海帝王。你有 FB 还是 IG 吗？有啊。那叫做什么？FB 的话，搜寻 B 院里就可以了。你今天有没有要上台跳？今天没有。我想问啊。我们在很多活动有看到你在那边跳舞。对。上一次是不是也有跟第七一起？有，上次有跟第七一起。你练舞练多久？练舞练多久？也有五年了。谢谢。说我来这里就有香肠可吃。
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。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痛车的活动的。今天这些来的人都是很喜欢动漫的一些人物啦，跟一些主题的人来参加这次的活动，这样。我只是喜欢骑车，然后来这边练车这样子，然后参加这个活动，那也很开心啊。今天人也很多啊，很热闹啊，天气也很好，尤其看到很可爱的小妹妹，很开心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嗨，你好。你第几次参加这个活动？哦，这是我第一次。那为什么那一个要叫痛车？哦，因为所谓的痛车虽然是日本文化，但是它有点源自意大利超跑的文化，因为意大利的超跑他们都很贵，那觉得要是有点受伤的话，可能就会很痛。那很痛这个字在日本叫做一代。一代，一代，对。因为痛车一样是看起来就是很贵，然后很保护他们，那他们要是受伤我们也会很痛，所以才叫做痛车。贴一台要花多少钱？这个要看每个人的贴的方式有所不同，有些人是会自己 DIY 自己贴，那相对会比较便宜一点，那有些比较不贵，那他们可以会选择给一般的彩贴店家，给店家贴的话可能就会稍微贵一点。一般摩托车应该是差不多3000到3万都有可能。贴这个需要申请什么吗？还是直接贴就好？如果是超过车体本身颜色的2/3，那可能就要去监理站申请车色更改。那他会因为你的图案给你3种颜色，甚至会把你颜色那一个直接换成彩绘。对，那只要不超过车身颜色的2/3的话，其实就不用改，没关系。谢谢，谢谢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请喝水，请喝水。